我们遇到对方发球又急又长又快，总是接不好，就很烦。今天教大家一个乒乓小妙招，解决你接急长球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在遇到对方特别爱发急长球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站位的准备动作要尽可能的向后退一点，因为长球很难往后退，短球很简单的就可以往前上。其次呢，在接这种来球又长又快又急的长球，我们的整体动作幅度要尽量的缩小，因为来球质量很高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很容易借上力的。在击球的时候呢，小动作去发力，借力去接球是很容易上台的。并且呢，如果你能抢到一个球的起跳点，或者是球的上升期接近高点的位置，你合上力了，会打出一个很高质量的快带。本视频由亚瑟士特约播出。